给大家唱首歌《星月神话》。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，就是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气息，却无法拥抱到你。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，但愿认得你眼睛。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？身边有怎样风景？却如此难以忘记。结局。